包拿什么？哟，看到牛啦，真开心啊！我这边可以挖金矿。哇，拿了牛，可是没有木囊。白痴！哎。我刚很饿，砍完牛后我就开始咬了两口肉，然后看了一下对面村庄。哎，而且我看着他吃了两口肉。衰呀！是沙漠村庄，没有用，有那个声音不一样。先打墨鱼，西瓜种子打住了哦。然后是团团冲起来喊酸呀吗？不是啊，他折屏的声音。哦，哪是我？我根本没喊呢、欸啊。是哦，所以是真的是他啦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他是大冒险输了吗？声音就不一样啊，想骗。哦，我以为是绿宝石。不会啦。没有用哦哟。那个不是我的声音啦、啊。对啊。太久没有听到这个。那个羽毛书我用了，我要上去，我吃不到了，上去找甘蔗。我要去沙漠村庄看看有什么宝，感觉好像也没机会遇到什么宝。你有遇到金吗？有，可是有，我有金，我有金。右边有个铲子，我等下做掉。我想做铁轨，可是要红石。哎、欸，泽平要做，赶快做，不然等下被抢走。对，铲子。好，我来做铲子。哈。哦，青青石。我。等下可以上去找花了。哈。哈。哈。啊，这个是没有铁匠铺，是不是？啊，有红石。哦，你说要甘蔗跟什么啊？甘蔗跟还有咖啡色蘑菇，咖啡色蘑菇啊、哦，还要那个、哦？我好像看到咖啡色蘑菇 Enderman 了 啊！可是周围好多怪啊！这什么方块可以垫铲子？要咖啡色蘑菇哦，水，水，还要怎么喝？就三个放在一起就好了。妈，这个地形也太特了。喂，走进。啊，不是我炸的，杜鱼走开。我看你了，你快点。他拿着泥土。白痴，白痴，村民急我！我看到了。哎、欸，村民经过掉落物会把掉落物吸走吗？作物会。那珍珠会吗？哦哦，他被那个系统，应该是系统有了。我看到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被村民吃掉了。啊！哟，珍珠拿到啦！你插手。蘑菇要用什么挖？用手打可以吗？用手打就好了。可以，你可以拿你的铁拳。我们好像就现在只能找附魔书跟那个紫色染料是什么？红加蓝是不是？青金石加粉，青金石加红色的花的染料。红花。现在下地表会比较划算。我现在是在等金啊，不然我现在手上有青金石啊。咖啡色蘑菇叫蘑菇吗？对对。哎、欸，喵哈，你有没有红色花？我是看到你了。我没有。哦。我在往下走。附近好像有。好，我知道。
我想说你有带就顺便。好，不来了。如果我没死的话，甘蔗。甘蔗跟那个三个摆在一起就好了。不是，要砂糖，你甘蔗先变成砂糖。直接一颗就好了。一颗变成砂糖。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而且我前面生一个苦力怕白痴，我跑不动了。然后怎么放？随便放，三个放在一起就好。哦，好，有。我有红色花了。哦、一朵就好了吧？为什么没有出？为什么没有消失？啊、哦，他们也有哦。他们弄了。哇。发酵鸡猪眼被用掉了。哇，那现在只能真的找生怪砖了。生怪砖要开什么？开那个附魔台。可是附魔台啊、哦？不是附魔台，那个附魔书，因为我现在好紧张、啊，我逃荒成功了。怎么那么黄色花苗在哪？附魔书这边也可以用掉的、啊。你是在现在在沙村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在上面。附魔书可以用掉的吗？可以。可以，好，在地表。地表，那我来钓一下看看。我离那个出生点很远哎、欸。可是我刚看到你哎、欸。啊？我现在在沙村这边。哎、欸，那所以是泽平哦。你确定那不是草泥马吗？有 ID 哎、欸。啊！我现在是完全没办法出来，外面全是怪物。就如果你有看到沙漠村庄，我就在附近。那不是。那应该是我。我来钓鱼，应该不太可能。我真的跑超远的，钓附魔书了哦。附魔书钓起来。你要钓附魔书、哦，认真。不然怎么办？我箱子都开啦、啊，都没有。算了，反正我们现在是就在拼最后一颗，是不是啊？两队。好，紫色燃料。哇！饼干嘞？饼干真的要找森林了吧？还或者是你去找生怪砖，可不可以看到可可豆吗？可可豆，我这边。只有甜菜种子、跟西瓜种子、跟那个南瓜种子。哦，西瓜。西瓜。哎、欸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他们十二个，我们十个，他们是要做几个才能 bingo 啊？对呢。好像这个不会玩完呢。有 bug 是不是？我记得我们刚刚做到十四还没 bingo 不是吗？哎呀。有啦，他们一定要找到饼干，他们斜线可以 bingo。就是如果他们没有找到饼干的话，这个游戏破不完哎、欸。没有啊，他们斜线也不能 bingo 啊，因为中间时被我们打掉了。真的耶，我看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有人说十三个就结束了。哦，十三个、哦，所以就是现在比谁比那个可可那个什么饼干跟附魔书。而且顺带一提哦，我们现在是十一个哦，所以我们要赢的话，要两个都找到哦。然后就十点了，应该是还好，就是变到说你要找那个生怪砖，要乱遇。我们上次有分通话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上一次我记得还有那个桌九跟哦，终于，哎、欸，输了，感觉是饼干被找到了，应该对啊，饼干，搞不好是附魔书哦，竟然是饼干哎，嗨嗨，你的声音跟我的追随声音是不一样的。哎、欸，那个，有时候机器会怪怪的，对。没有。哎、欸，他还说是我、欸，哎，喵哈斯是泽平装的。我说我才没这么无聊。什么东西？他说刚刚我下去上去讲谁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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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们第一次是不是快要把那个啦？快填满了、欸。
对啊，你知道我刚刚在想说你们会不会拿第十三个，他还没冰过起来、欸。没有，还没啦。他有那个啊，他有限制啊。没有，刚刚我们有讨论到一个最恐怖的情况是，万一饼干是你们拿走，我们就很痛苦。对啊，两边都很痛苦。那就要找深柜砖啊，不然就是要对啊，碰人品钓鱼啊，或是自己附魔一本。我已经开始在钓了。对啊，真的痛苦啊。难呐、啊！你要分三队吗、啊？三队了，三队了，三队了，三队、啊，三队就不用玩那么久了。三队真的不用玩那么久哎、欸，而且又是锁住的。一次做可以不用两队好久。两队、哦，因为我们全部都没有人在听线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有你看到你们那个线快满了，就先把它挡掉。我们又没看你们、啊，我们有人在拼线。没有，我们是看到你们的有挡，我们就跟挡。那个最下面感觉快一点。我们是看到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杀了一只枯弓都没掉骨头。我看到两个深怪是深怪砖哎。哎呦，哎、啊、你没有开箱子呀、哦？有开，都没有头，箱箱没屁用，没东西哦。嗯，也太惨了吧。那我们全部到黄队吧，我也是没有放黄色。放呀、嗯，你为什么？哦哦，好。对啊，那、嗯、就大队长先。啊，红的，红的，繁星，绿的，绿的，好的，红的，红的，红的，绿绿的，啊，那就我跟团团啊，好，那我们是什么？蓝的，蓝的，连续三次都跟繁星同路，我们要去流氓暗道，你要去流氓暗道，你要去流氓暗道，流氓暗道是我们的，对，我们的。那我们去发呆去吧。那我们要去哪里？那我们去麦块测试语音屏。好，走。哇，真好。这个好。对我们这个好。我刚刚在想，我们要选哪一个呢？我在挑。这个算容易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对。哎、欸，右边那是什么？可可豆啊。可可豆啊。啊。兔兔大便。第一个最可以拿到的东西。素描，三木素描。它右边那个是不是要用剪刀剪的？对，那个要去剪蕨类，蕨类，蕨、哦、类把它剪掉。哇，这要铁的好多、哦，几乎都要铁。对啊，所以一个人就准备下去挖了。打个木能下去吧。对。最好了，甘蔗也带一个，然后蘑菇也带一个，甘蔗墨囊，就甘蔗。哇，一堆啊！还有画，你要作画哦。如果有羊的话，而且前提是没有被抢走。不如停。哦，我们是最后一个看。嗯嗯。哭哭。转吧转吧，期待你好过。我刚在播广告。为什么那么久啊？还没轮到我们看。两三队啊。可是他已经显示团是我哎。我们在海里，哇哇！哎，我一直拼命往下沉啊，那就浮起来、啊。而且我们旁边的陆地是蛮近的啦，但是高山，然后可以马上拿到香菇，但这一局没有香菇。哪一个？有啊，有需要香菇啊？有吗？猪啊！哦，对耶，我们这地形没什么东西，没有香菇。没有那个没有箱子树，可以直接往下挖。哎哎啊，那是沼泽地形，甘蔗还蛮远的，在另外一头。这个地形真没。哎呦，那个甘蔗那个香菇在那边。哎，好吧。哎，可以游过去。刚不是会被拉回来？对啊，而且这时候就可以趁机先，可恶，我忘记我们最后一队，对，没有摸。
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在旁边那个建筑物也太像101了吧？我好迷惘哦，我现在要拿什么东西啊？